为了防止它断线，哎呀，我估计它不应该不能，这种炼金不会去断线去。在这等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主 E， 莫干辣不主 Q 主 E， 主 E 有啥用啊？全军出击！看招！他不来，我们上线。哎呀，打个直播就非得就是。搞得一个人在这玩游戏，孤立无援，弹幕也不敢看，一看就逼逼，一看就逼逼，真难呐！看看 E 级学个啥啊？学个 E 吧。学 Q 的话，容易被小兵打，不合适。他在那放毒，我们不吃就没事儿。嗯 ，A 他一下，升二，跳下来 E 吃药 A， 晕 A， 再 A， 再 A， 半管血，跳下来 A， 闪现 A 点燃死，他带的闪现，他没有带传送。一开起来晕住锤，没想到不打了。炼金有闪现啊，小心点，回家了。小心左边。这样打着炼金，我们先来个多兰剑，再来把长剑，先把血量保持一手。死了，嘿，他还闪现，哦呦，这给左一送技能，这波背不到，没事，不用理他。晕走，塔下吃兵，把这波线吃了，下边来等着打。控一手吧，我先不推了。打炼金一定不能先跳，先跳，我们就追不死他。
除非我是想小耗他一波。这波不上，右边查眼儿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应该死了，没事儿。呀，生了！哎呀，我太傻逼了，这波怎么这能？哎呀，怎么这能进塔里边去让他给背进去了呢？哎，我操，没忍住，不行，确实有点傻逼，不行，跟他们必须得特别好好的玩。没想到吧，下边的沙子算上。干啥呀？这啥意思？哦，五级想升一级，升六级把我杀了。想法是好的，就是血有点少。我不拆了，这炼金我一点机会都不给你啊。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我发现给他们一点机会，他们就要上房。炼金怎么跑下面去了？上野决裂了，靠，我就看了眼下路，这艾特又跑过来了。也不知道这炼金上哪去了，拉倒吧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先来点魔抗，正好他俩都 AP 伤害，我估计挂机了，不玩了可能。那打野这么给他送，他还不挂机。这峡谷给我，你不给我，我怎么推上路？
你跑去推中路干嘛？我把一血塔拿了，他们家少个人。我直接把一血塔拿了，我直接上高地了，不行吗？你非得要抢，我差你那一百块钱呢，神经病一样。连个一塔都没推掉，那峡谷先锋推了三层塔皮，不知道推个什么劲儿。换吧，我一差一点点好，要不然那艾克打不死我。差一点点，不过二塔没了，我们上高地，没人管就上高地。怎么还安是 double 了呢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有没有蛤蟆？我来一个。几个人呢？队友推吧。打了进一个大。现在这队友想干嘛就干嘛。我们就搁上路一拖。我又回来了。算了，回家了。把炼金杀了，要不这干嘛呀？这你几个人呢？这家伙，先杀艾克呀！对面四个人，一二三四，我们家也四个人，闪慢了有点，这闪现薛微闪的有点慢，再闪快点好了，再闪快点他意不到我。
下路带，上路带不了了，不给带了，我们去下路带。看招！这连大都没有，往我天，往我身上穿啥呀？你瞅啥呀？谁允许你瞅了？嗯？你别怂啊！俺俩来一波对狙。跑什么玩意儿？点啥问号？有红吗？哪有红啊？扯淡呢吗？送一个，这进夫也狂风之力呀、啊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回家了，撇个针眼儿搁这儿吧，没地方放了。我看我再出点啥。魔法伤害比较多，我直接来个智慧墨印配血手，投啥降啊？这有啥好投降的？他们还能打下来这小龙吗？我在这活着呢，谁能打下来？你说，你跟我说一下，谁能打下来这条蛟龙？给我往上追来！艾克，我操呢，他咋这么骚呢？刚把打红好了，应该杀他人的，但不行，他右边有罩着，给我减速了，打小龙吧。千一，你咋不打龙呢？把他们也算上。我也不打龙，哈哈，你有病吗？哎呀，我操！还在那哈哈，也不知道哈个什么玩意儿呢，哈哈，我也不打龙，哈哈。傻逼呀！真还哈哈，也不知道哈啥。
打的是挺顺的，那队友发脾气，自己打团灭了，然后开始投降，跟在那，哎，我也不打龙，哈哈，说我们不打龙。区是真高啊！哎，整个艾克怎么还能起来了呢？要伤害有点高啊！来个蟹手，这金斧这装备行啊，这么粗壮，没想到打大龙，打大龙，把大龙打了。哎呀，这疼了，这脑袋就疼。来吧，打大龙。麦格拉去一下呀。差七百，把他们也算上。这都能定着我，别把他近乎杀了。挡一下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，挡一下技能。药卖了，出个蟹身。我发现我护甲好像不太够，这玩意儿打我有点疼，暴击。我出个蓝盾吧，不行。这边大龙啊，我来过来打大龙吧，我也不去下路带了。
那管他干嘛？这个进呢、啊，我不想让他走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交闪了。没人死了，拆下路吧。中路你拆不了，拆一个门牙也行吧。这门牙两个拆。这不行了，这兵营复活了，剩个主基地，不行了，拆不了了，走吧。进夫是怎么想的？老要跟我打呢？我是个男人呐，拜拜。哎，我纳了个闷儿了，为什么这个禁他还是可以把我定住啊？我身上也没有那叫什么？没有标记啊，他为什么还是可以定住我呀？我刚身上没被打呀。啊，因为维克托 W 没，就是他没定着我，就是 W 就碰了我一下，就有标记了。这家伙，佛了。那就投，别玩了，来，投，赶紧投。真是怪的，你要不玩就退，对不对？退游戏，你也别不想玩就退。速度退出游戏，要么你就去送。你也别玩儿，你说你一边你又玩儿，完事儿呢你又要投降，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想什么。把他们也算上。速度退，退，快点退游戏，也不退游戏。剑把喽嗖的还不退，先别打，没人先走。我们俩上高地，对。你走，他们五个人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四个人，上个主基地。真敢打呀。敢打呀！
能不能爆破一下螳螂？看不下去了，你不用看不下去，我给他举报了。消极态度，仇恨言论，中途退出，没有也给他勾上。不行啊，咱们得实事求是。口头谩骂，啊？查询螳螂的发言，你会发现。满嘴脏话，疯狂骂队友。我们四个人勤勤恳恳打出优势，武器带线，为人发育，他却心态爆炸，辱骂我们，并且小龙不拿，大龙不拿，嗯，还在我们面前跳舞。敢问这种玩家还需要留在这个游戏里吗？举报。